年底大选即将到来，新北市永和永福里的里长候选人陈子瑜，就因为外形甜美、长相神似，艺人 IU 近期人气瞬间暴增。上龙牙齿对很高哦。16号就有网友表示，因为陈子瑜爆红，想要搜寻看看他的个人脸书，没想到意外发现有两名女网友和他的名字相同。看看这则贴文，写下我是陈子瑜，但我不是里长候选人，因为自己的名字和候选人同名同姓，字也一模一样，因此他在脸书上收到大量的交友邀请，让他好气又好笑，感到相当困扰。另一名也叫陈子瑜的女网友，同样在脸书的个人简介上写下我不是里长候选人，请大家不要再发交友邀请了。由此可见，陈子瑜在网络上拥有相当高的人气，不少人都想加他好友，只是也因为这样让同名的无辜民众得特地出面澄清，避免再收到一大堆好友邀请。